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台兔双胞胎越查越大，妹妹独自升级，跟姐不同脸。能不能好好爱我，手牵手一起走。还记得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团体白兔吗？十五年前刚出道时超可爱。如果呢九周年的一个答谢会呢，就是如果单纯只是一个答谢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过得更有意义，对不对？然后就逐渐一起进化，毕竟是双胞胎姐妹得同时进化，看起来才不会差太多。就这样维持多年，妹妹 Yumi 突然独自升级，双胞胎越长越不像。该怎么忘掉把回忆收好，假装微笑手放掉，我最后的爱是放弃打扰，我最后的爱是放弃打扰。我觉得 这一句很心酸，写得太好了。白兔本月开始在中国展开巡演，让观众看到全新女团的感受。爱我的话给我回答。